就是大家是磨合的还不错，就是因为有大家的帮忙，所以这次才有办法拿到冠军。你虽然那个体型上面没有优势，但是后来是怎么发挥这个战斗力？帮我们讲一下。其实身高不高，但是就面临的对手都是特别高的球员，就是告诉自己要突破他们，自己的刁钻的角度还有技术去面临他们。